安尼较好无？有四开的较好，有诶上锁较好啦。无较好，你来讲啦，你问来点头。啊，即晚巴肚会疼无？柯立勇捌讲过，老年人哦的疼痛哦，都没有办法很明确的表示出来，而且他也，而且他腹膜炎的时候吼，乳斑片也没有很明显。为什么阮大家拢较尊敬柯立勇？就是讲，人伊用伊个逻辑在当推演讲，什么种病，什么种病，甲伊推演出来。台大的真的就是有差。